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小坤来到密室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啊。哎，小伙伴们仔细看啊，这个身体呢是一个黑衣人啊，但是手跟头部呢却是一个奥特曼啊。哎，什么情况呢？啊，密室里为什么有一个黑衣人穿着欧布奥特曼的衣服啊？看一下后面啊，你看这是什么鬼啊？这是怪兽还是奥特曼啊？现在的我呢也是有点搞懵了，但是呢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。哎呦，你看这个人现在呢向我发起进攻了，看到没？我知道了啊，这个呢肯定是怪兽无疑了啊，看到没啊，他又出来把我给打死了。哇，这怪兽不得了啊，竟然敢冒充我们的好兄弟奥特曼啊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，我们现在出去找他算账吧。你看，哎，哇，这很凶啊，这攻击火力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好吧，我也来点狠一点的，加特林来伺候他。用这个加特林好像一点用都没有啊，那就这个来。你看啊，我竟然跟他同归于尽了啊，我把他给烧死了，然后呢他也把我给打死了啊。嗯，他尸体没在这里啊，难道他是逃走了吗？算了，等一下呢我们去这个楼上再找一下啊。那今天呢就玩到这里吧，我是